Boys, boys. My own head. 'Cause then I would have. For now it's fine. Waste of our time.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Cityscapes askew, stuck inside at noon. Out where the stars forget to shine. 前收到茶室家族寄来的这个茶叶，然后他有附一个小小说明书，可以煮红茶拿铁。那其实他有寄一个这个超级可爱的小牛奶壶，但可惜的是我刚测试了一下，我家的电磁炉侦测不到它，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它来煮红茶，可能还是要用很阳春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锅子来煮。没关系，这个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可爱的小容器。准备先来处理它。How was this chanting? All around the block, I hear the people counting. Staring at the clocks, and you can see the children holding out the breath. Oh, yeah. Oh, corks and bottles.Ready to pop out, oh, no more crying. We are knocking out another year of new loves. Broken hearts and crazy, crazy rides.我现在脸非常的水肿，所以用相机把我脸遮起来。今天虽然是周末，但是有安排了一些工作要做。首先我要先去开一个会，然后下午要跟一个拍摄。那我现在准备出门，然后给大家很快看一下我的 OOTD。 首先我的上衣是在台湾，忘记是 H&M 还是 GU 买的一件 hoodies， 然后还有我的电脑跟我的小包包。那帽子是 Feather and Co， 晚点见咯。我是要学 Jonas 的好尴尬 vlog 系列，我要抄袭你的 idea。开始开会。嗨 ，Hello Rob， 早安。终于很久没见，我今天不用去上学了。哇，你为什么可以叫那个叫这个这么漂亮的车？因为人品问题。OK， 人品好的比较的好。这个车很像一些明星去，对对对，那种感觉，这就是那些，嗯，保姆车，保姆车。对，我们现在要去姨家， okay. 他跟姨要拍片。对。然后刚刚还遥控了 Crystal 帮他买糖仔，他说：“喂 ，Crystal， 我要湖南酸辣。”他刚刚啊，你可以帮我帮那个啊 Boris， 完全、oh、my God， 瞬间完全忘记他的名字。哎，啊啊啊啊，星星票，
把相机还给你。是周末还被迫要工作的朋友，我的世界已经没有周末了。他最近真的是很认真了，而且你看他今天是一个什么打扮呢？来，一二三，你弟说一二三。你不是 Adam Walker 吗？我今天都拍紧 vlog。我冇化妆的时候你就拍 vlog 噶啦。我亦我唔使化妆都系咁靓。你要展示一下你的皮肤。哦，我的皮肤。我皮肤是一种天然的皮肤，OK， 我平时不是成日用嗰啲保养品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保养咧系由心做出。唔系噶，唔需要噶。如果有任何公关品或者客户想嚟揾，都可以嚟揾佢试下。系啦，系啦，我就试过好，但我未试过更好系点样咯。所以相信好多公司都会俾到更好。Okay. 如果大家想揾佢帮手宣传下嘅话，就联络下我个 email 啦。Cynthia 幫手上節目，唔該，呢度係啊，佢好好好易化為㗎咋，我麻煩啲嘅，佢又好易化為。然後這邊完全沒有在理我們。哎呀，好乖啊佢，好嗲人啊今日。係喎，我哋有冇睇呢個摧殘帝國？可以退化。阿蛋。我帮你运镜。Thank you.
다들 무슨 일 하시면서 어떻게들 사시는지 잘 아시겠지만 이미 모든 게 세상이 나아질 리가 없으니 저희 결혼 생활에 대한 기준을 한번 생각해 봤는데요. 저희 결혼에 관한 모든 절차와 지침은 딱 상견. 今天是星期天，然后现在时间其实已经快要中午十二点了。我的弄到好像也是快要四点才睡吧，所以今天假日嘛，睡久一点。但其实我今天本来打算，我只九点十点就要去一间我很想要试的 cafe， 因为我最近 follow 了一个香港的 foodie IG， 叫做 叫做 cafe hopping， 然后他的照片拍的都超级漂亮，然后因为他就是去的 cafe 很多元，就是九龙岗道然后新界全部都有，所以我就常会在上面看说，哎，我只这个周末有没有去哪里啊，有没有可以顺便去看看这样子。结论是虽然现在已经十二点了，但是我等下还是要去碰碰运气，希望可以有位置让我喝杯咖啡这样。除此之外，今天还有几个目标。第一个，我想要来构想一下我下一个 podcast， 然后第二个就是开始看我最近买的新书。昨天开始呢，香港有那个油尖旺区有一个地区全部被封起来，就是像别的城市是封城一样，然后我们是封区。昨天有检测了六七千个人，然后但是希望是明天早上六点左右就可以开始恢复正常。希望这个是一次性的措施，然后第四波可以赶快。吓死我了。OK， 我刚在滑 IG， 然后因为我忘记我把蓝牙连到那边了，所以刚刚我可能滑到一个影片是有人在讲话，我想说什么声音可以穿透这个墙，吓死我了。然后最后一个新闻，就是在香港的确诊案例突破了第一万例。真的是，但我觉得一般香港的市民其实已经很小心了，毕竟台湾跟香港都经历过 SARS 嘛，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危机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SARS 的时候好像是小学吧，一年级还二年级吧，那个时候对这种就是疾病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记得老师要我们戴口罩，然后我很不喜欢这样，就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也记得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别人这样。Slightly growing within me, like a thunder breaks a tree. Oh my, makes me crazy. My body aches and my mind's lazy. My head feels weight, I'm feeling numb. I should stop waiting before you're done. But I'm scared.最近收到的一些公关品，首先第一个是这个茶室家族的茶。这个 vlog 一开始我不是有煮奶茶吗？这也是他们家的。然后这个是好像是新年礼盒吧，然后有两个红包袋，看里面怎么这样子 ，Q。这边有一包的茶包，然后另外有两个这个小玻璃杯。下一个呢，今天其实没有很多东西啦，每次 Lush 寄东西来，我的家里都会变得很香，因为他们家的包裹是还没有打开就已经会很香了。附带一提是 Lush 的包装里面他们有这种像泡棉球的东西，其实它是完全可以被生物分解的，所以你可以把它丢在水里面，它就会噗噗噗，然后就不见了。这是 Lush 我觉得做的蛮好的一点吧，就是对环境很友善。Oh, this is cute. 这是一只龙哎，哇，也太有新年气息了吧！幸运金币洗发皂，洗头发的，谢谢 Lush。哇，这个真的好香哦！再来也是一个我收到之后非常开心的东西，就是是迪士尼寄来的，是这个2021年的年历，然后它每一页翻开都会有立体的设计，也太可爱了吧！除此之外还有红包袋跟这个是什么？
此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小 decor， 希望 Disney 可以赶快再重新开。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再去迪士尼拍那个一天就一个人去迪士尼的影片。然后再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两本书。那因为我平常都是挤那种通勤的时间来看书，所以我的看书的速度比较慢。但我最近呢，终于把我们生来，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这里，你不能决定出生，但可以选择人生。我终于把这本书给看完了。那看完之后，我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里面有很多是我自己也很有共鸣，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些观念。我觉得万特特的文字就是那种，他很犀利，他会很直接的点出可能我们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一些观念，或是这个社会，有很多既定印象啊，或是。对，就是一些比较老旧的观念，他会很直接的去点出来，然后用很多故事的例子去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被局限在可能从小被教导的那个框框里面。然后里面有几篇文章，我是觉得你看完之后会觉得作者就是这样啪啪啪打脸，就说你清醒一点吧，这种感觉。你应当有伸手向上的资本，也有伸手向下赚钱的能力，因为这样才会在拥有幸福生活的时候心安理得。你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终究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比起不要让别人失望，你更该学会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被孤独击倒并不丢人，如果你可以过好一个人的生活，那你一定可以过好这一生。然后还有一句我非常喜欢，这个章节是在讲说很多男生会跟女生说啊，我养你吧，然后可能因为他真的有这个财务能力，然后女生就开开心心的答应了。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你就没有要充实自己，你没有让自己更独立，完全是依赖着另外一个人的时候，男人可能也会觉得自己跟你已经不是在同一个点线面上面的人了。因为男人他可能因为一直工作，他一直生活，他本来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多的嫌隙跟价值观的问题都会这样子的产生。所以他就是鼓励大家在爱情里面也要保留一点自我。然后我很喜欢他总结的这一句话，说长大后才发现，真正对的那个人应该有势均力敌的气力，让彼此看到生活的平静与欣喜。总之这本书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就如果你最近可能对于生活工作有点迷惘的话，我蛮真的是蛮推荐这一本的。回到我买的两本书，首先第一本是这个虽然想死但还是想吃辣炒年糕二。那我知道它已经有第一集了，但是我就是直接买了第二集这样。那这个作者是一个韩国人，然后他十多年来都有轻微的忧郁症跟焦虑障碍等等的困扰。这本书就是在记录他跟医生在諮商过程中的对话。我自己其实刚刚开始看没有多久，我觉得是可以看得出作者在忧郁的时候他一直往死里去想的那个倾向。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像这样子的人，我通常都会有这种冲动，就觉得说啊，你如果自己不想改变，那谁也帮不了你。但是我也知道我能够这样子想，我能够这样子讲，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们正在 suffer 的那个情绪障碍跟心里面的那个坎。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与其我把自己投射在作者的角度去听他的故事，我其实更把我自己放在医生的角色，就我很想要看说在我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应对他，怎么去开导他。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在读的书。那另外一本呢，我还没有开始，但是是跟刚刚那本一起买的，是这个蔡澜，他的书名叫做《我喜欢人生快活的样子》。这个作家蔡澜是香港四大才子，我自己对作者是没有太多的了解啦，但是我看到他说金庸说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那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崇尚，我希望把我这一生活得很自在，很潇洒，很自由，对，所以我很好奇里面会有多潇洒多自由啊，这本我还没有开始看，如果之后觉得蛮 OK 的，就我会再跟大家分享。Yeah,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as it opens. Where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says it open yeah your heart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we sprinkled moon dust.